今天带大家去见一下另外一个杨百万啊，也是西瓜平台的一个主播，然后今天从成都过来了，现在去和他碰一面。这几天都没发视频啊，本来拍了有，也是周滚龙，然后我编辑着的时候就感觉看着都想吐，所以说就没有继续编，也没有发，确实太同质化了啊。一来就看到五秒哥了啊，我们先观察一下五秒哥。很软，没有很软，就是还是那句话，气势要多要少，气势不能挡。感谢我明月大哥，兄弟们一起众筹一下，我感觉不到最后一秒我们就不要放弃。人生处处充满了奇迹，我就喜欢找这种硬茬子干，知道不？说白了，打麻小跳，兄弟们，我现在干吐我都感觉已经没劲了。打一把赢一把，打一把赢一把，没有悬念的 PK， 对不对？经常和外面的人连连，就完了，好不好？兄弟们，还有没有哪个兄弟能帮我往上支了一手？还差一千分。哎呦我操，百万哥，快救命啊，大哥！我救命有用吗？救命啊！那个杨百万在哪里啊？那个杨百万。在边上啊，百万来了，救命啊！把你家的兄弟火力喊喊。啊，不影响，你在和谁打呀？不认识，随机逼的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我去找一下他啊。让我打跑了，啊，啥也不是。现场 PK 打跑了吗 ？PK 打跑了，啥也不是。连打几把输几把，打跑了。一般人能打得过你吗？我现在 PK 王。兄弟们啊，这钱不好挣啊，兄弟们。行，我去找杨百万去了啊。好了，好。过来又看到小马哥了啊。播的怎么样啊？先，我要去碰杨百万，我先去碰杨百万啊！你们俩先打，刚刚小五才被别人收拾了，肯定马上安排他。我刚才我卡住了，不然的话他能赢我，这小五秒分分钟的事情。我先去找杨百。你先安排找他，等我来等待我的好消息。好，安排他。好，看到杨百万还有周滚龙了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刚刚看到你们在开招待所吗？啊，是的。是他让你帮他开吗？我们一起开的。我不是给你递了一件吗？他说要给我住一起，我说五秒安排我跟他住一起，我不跟五秒两个住。五秒个子这么大，他也是说我两个住完酒吧是臭，你怕不怕？我说那就单独开一杆。怎么每次一来人你就找别人？五秒安排，你应该进小马，你应该尽地主之谊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别人远道而来，你应该安排，你还叫别人安排你？没关系，不是。杨哥，你要像这样说，小马跟五秒两个比二三十块钱的，当老板就要住好的，就要比打工的住的好一点。我跟你说，那些打工的可能没有我老板住的好啊。你这个视频我不出钱的，可以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等一下又要找我拿钱，尽量给他保持一定距离，不然的话天天连着你，知道吧？好的。吃饭呐、啊，开招待所呀，这种就可以认识，但是不能太熟，不然就贴着，还要有原则。反正我就不开这个东西，大家。玩可以一起玩，但是吃啊住啊自己管自己，我们平常都是这样的，就这样，对吧？好的。然后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。对。然后西瓜平台好像就两个两百万啊，今天终于见面了啊。谢谢大哥关照，专门从成都过来的啊。然后今天我要给你说声对不起啊。没有。确实是，我现在是9点钟了才出来。我这段时间确实状态不太好，理解没怎么出门。理解。你看饭都没有专门请你吃一下。他帮我垫了几十块钱。你不要讲话，等一下我是不给钱的，知道吧？下。
那行，你把哪开都不开，跟我开你不开呀、啊？别人是远道而来的朋友，我们一个地主之谊，地主之谊，你还要叫别人开？哪一个来找我们的，你都要往上面贴，贴可以贴。你两百万开的，我不敢贴吗？我开个毛，我又没开大横脸，我又没给你开，戴个大墨镜，白戴了吗？好了，不给你吹了。这次过来有什么想法没有啊？就是想来认识一些朋友吧，和你交流交流吧。啊，认识一下，交流一下，我觉得在网上是吧？现实中认识一下。对对对，有很多人说学习啊什么这些，我听着压力很大。其实大家就交个朋友，这样简简单单。你太谦虚了。没有谦虚，真的，我自己你看我最近的状态，老是停更，也没有。其实说起这句话，以前吧，你看我刚开始做，有啥也，各方面人气啥也不是，跟很多个什么大网红啊，他们都连过。你看，只有你大哥对我，这个杨百万大哥对我确实很关照。没有没有。不管我有没有人气，都接我麦，然后过来给我开酒店，你给我招待，我是真心的非常感谢大哥，真的感谢。来教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，说的我好像大家都是普通人，你说谁有多厉害，什么大网红，在这个西瓜平台上，虽然说都是普通人，但是能做你这个高度的人很多呀。但是是不是、不商业互捧，我觉得大家就是交个朋友嘛。啊，我也是由衷的说句真心话，我也不是捧你啊，也不是说是拍你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行，你在直播，我就不和你多聊，线下我们多交流一下。好的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。好，谢谢。叫杨百万娱乐什么？娱乐正能量。娱乐正能量啊！好，好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杨百万给我说带了一条烟，我说，他说不要录下来，我说这个是做人做事啊，对吧？我就收下了，哎呀，反正。确实不用了，我就收下了，我就不拿出来看吧。心里啊，感不叫心里了，拿都拿下了，感谢啊，感谢，谢谢。行，我们俩坐下交流一下，他也下播了啊。好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好，又整了一条烟啊，感谢啊，拜拜，嗯。